新職員的第一日翻學，耶、yeah！ 大概我哋會係8:26出門口嘅，翻到學校就9:00。哦，翻學好好玩噶，一日大概5堂啦。佢哋一嘅英文就係 literacy 啦 ，literacy 有 maps。SPAG 即是好像你寫一樣，老師叫你畫一個 rule 咁樣，即是你就要分類是安全的，不可以打交的咁樣咁樣咯。有 Spanish 啦，咁咪好啦。哦，數學咧，而家喺我 Year 3嚟講咧，就應該係百位加百位咯。大家不要聽錯，是百位加百位，不是百位加百位。都不知道你有什麼。首先呢，我講今天啦，今天第一堂的呢就應該是數學，第二堂的就是 Liberty， 之後就 Break 半個鐘頭，之後就繼續英文啦，英文直到 Lunch Time 的 Break。跟住之後，我哋就上topic， 之後再上 PE， 之後就放學咯。我多數都會係3:30放學嘅，冇啊，冇 timetable 嘅。你放學冇 timetable 㗎？係啊，所以乜堂都唔知道，唯有睇做緊啲咩咯。放學啦！拜。喂，做紧咩你？我而家食紧嘢啊！点解放学唔系去做功课噶？因为冇功课做。我放学好忙噶。你可唔可以俾个书包我哋睇啊？有冇课本噶？冇啊，冇课本嘅其实。好，咁我就带咗啲嘢嚟噃。我哋會在學校吃 lunch 嘅，所以就有個口罩盒啦，用啲 spare 嘅口罩，跟住有張搓手液，然後帶定啲紙巾後備啦。時間咧，我多數會擠頸巾啊、功課啊，或者啲仲書本啊咁樣，有手巾仔啦。啊，之後咧喺第三格度噃。有兩本書啦，呢兩本書喺學校借噶，而且咧有把遮啦，仲有最寶貴嘅銀包，就已經唔使再帶嘢啦，即係咁樣。嚇，冇嘢噶啦？係啊。咁有冇筆袋噶？學校會提供筆，所以唔使帶筆袋。如果在學校你喝完水的話，你呢就可以在課室的個洗手盆裡喝水。那你現在你說那時候在香港說很擔心自己的英文跟不上，現在有沒有這樣的擔心啊？當然沒有啦。主要哪一個科目聽不明啊？RE， 就是他那些字呢，你工作字呢就是神經來的。即主要聖經嗰啲人名啊、地名啊嗰啲字就睇唔明啦。系啊。哦，咁睇唔明咁有咩做啊？第一次我第一日翻學已經有 RE 啦，咁我就問老師點做啊咁樣啦。咁之後咧，佢就話你唔使做啦，你睇你最中意嗰本書得噶啦。有啊，咁樣咯。到新嘅朋友仔啊！有啊，我第一日翻學咧，已經識到一個好朋友咧。你個班有啲咩人啊？哦，分別都唔同人嘅，有啲係 Greece 啦、Thailand 啦、Italy 啦、Japan 啦，16個係 England 嘅。你個班有幾多人啊？我班有29個人。同啲同學。哦，我小息啊！
第一個小息我都算會打籃球的，第二個小息我就會踢波咯。一 like subscribe 同埋撳埋個鐘仔啊！叮！如果未撳嘅話，咁記得快啲做呢三樣嘢啦。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